有有有，我是鲁特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古墓哈。那古墓啊，目前在 A 牌以上啊，也是一只很常被忽略的角色啊。因为呢 ，A 牌怎么样，太多狗脚要 ban 了哈，所以导致于古墓的出场率就会变得比较高一些。但是呢，由于它这一版呢有被削弱一点点，上次改版的时候有削弱它哦，好像在草丛里面回复的血量会变低。但是整体来说呢，我觉得他在会战里面的影响力呢还是很巨大的啊，好不好？那个大招的范围实在是有够大的齁。那没关系，我们今天就用他来玩辅助看看吧。好，那可以看到一开局的时候呢，我们把金娜的瞬移逼出来之后呢，我们来上路齁，帮忙吃这一只灵魂鸟。我觉得在我玩辅助的时候啊，我很习惯就是在准备第一波兵线要结束的时候怎么样，我们去帮边线吃鸟哦。那吃那个鸟呢，不仅可以给我们经济，而且呢那个鸟死掉之后啊，会变成一个就是有视野啊，我们可以看到敌方野区啊。像刚刚呢我们吃掉那只鸟之后呢，就看到图轮怎么样在上面哦。那他现在已经到中路了，那没关系，所以我很爱吃那只鸟啊，帮队友吃那只鸟哦。不要小看那只鸟哦，如果那只鸟给我们视野的话呢怎么样，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有用的啊。那可以看到刚刚奎伦在中，那我预估他现在已经来下路了，果不其然直接往苏那边打下去。那我们一个二技能弄到三个人，很可惜的是我们的一技能空了啊，哇非常的雷哦。如果刚刚没有空的话呢，我们的苏就活得下来啊，对不起那个苏哦。好，那所以呢我们一开始拿到了两个助攻，比数来到2-1。对面的奎伦怎么样，没有死，但是他也没办法来争夺这条魔龙了，因为呢他们队友死掉两个嘛，哦，那就再加上他如果自己来争的话，怎么样？绝对会死啊，因为我们人比他多太多了。那这个斯科德呢，可能不知道我在草丛里面，于是就直接冲进来。他很后悔，他冲进来啊，一冲进来之后发现两个人，结果怎么样？马上想要跑出去，结果已经来不及了，后他就这样死掉了。好，那对面我们的下路是输啊，对面的下路也是输，那没关系，两只输怎么样？我们就要把他的陷阱给他踩掉啊，不要让他那么容易的得到我们的视野哦。好，那刚刚踩完他的陷阱之后呢，我们只剩下两格血，赶紧的回家补一波。好，那这一场我带的奥义呢是一个金身庇佑英勇哦。那装备的话等等再说。刚刚啊，因为对面有输嘛，那我觉得对到输最重要的是什么，就是要把他陷阱踩掉啊，因为他那个陷阱可以看到我们，非常的 OP。 那如果你不知道哪里有陷阱的话呢，可以多多注意小地图，它会有一个跟林地的二技能很像的一个图小图示齁。好，那这边我们聘了一个进攻啊，来诺可西抓到了一个洛克齁，常常把瑞克和洛克搞错齁，两个发音有点相近，对不起。好，那我们这边把洛克给他杀掉了之后呢，继续转来中路。那这边呢我们帮拉兹先把他的兵线给他血耗一下，如果他等一下回去清兵的话也清得比较快哦。但是呢我们的队友已经打了起来，我们的蝙蝠侠把对面的奎伦给杀了。这时候呢对面的苏交了一个大绝，顺过了之后呢，我们拉兹非常的帅气啊，也交了一个瞬移，再一个二技能，再一个大招，对面的苏就这样往生了齁。那无时无刻一定要记得踩个陷阱好不好，不要让对面那么容易知道我们的状态。好，那这边呢可以看到两只包下来，那照理来说我的大绝应该要早点开啊，我大绝太晚开了齁。如果刚刚呢我们一开始把大绝开了之后怎么样，他们进来的话他们可能就两个就直接死掉，因为我们那时候有四个人嘛。好，那复活了之后呢，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踩了一个红区的陷阱，那个书不知道为什么亲门踏户啊，放陷阱放到我们家里来了齁，那当然不可以给他放啊，就赶紧的把他踩掉。这时候呢哇，我们的蝙蝠侠又抓到了奎伦了。这一场的蝙蝠侠常常一直抓到奎伦齁，那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消息的，因为如果奎伦一直去抓我们的输的话怎么样，很容易我们就会输了齁。好，那这边呢来下路，然后因为我们的输被对面的输干掉了，那蝙蝠侠因为紧跟在后面，那我们这一场呢我们就去拿个助攻，刚刚就拿个助攻，不用抢人头。打完下路之后呢，再来中路齁，这边我们直接开一个大绝，因为看到斯哥德直接冲出来了。那比较可惜的是呢，我们没有队友啊。那刚刚这边诺可西是有抓到他还是没抓到他呢？那一条线看得很长的一条 C 齁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那样子，可能是他在抓的时候瑞克刚好开大绝齁，然后又顺走，所以才会牵的那么长的一条丝。好，那可以看到上路有两个人啊，那我们就先在这边蹲一下。
发现呢，我们的队友都往下走了。那这边有一个金娜想要出来清兵，这个斯科德无所不在的哈，我走到哪里他就在哪里。那我们的血已经有点残了，这时候奎伦又半血了。那我们有一个一技能刚好冲过去，这时候呢我们要来救苏哈，对面的苏直接贴近我们的苏打，哇！结果呢我们的苏最后还是被金娜还有斯科德等一下抓死哈。那刚刚那一波呢，我们的大绝已经算是开得很好啦，但是没办法，那个金娜的伤害量有点高，我们就这样直接死掉了哈。复活了之后呢，一样往中路走。为什么辅助要常常待在中路呢？因为中路是一个离上路又离下路哦，算是一个中间值的距离。所以呢，如果今天我们要往上走的话呢，用的时间也会是最短的；要往下走的话呢，时间也是最短的。所以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玩辅助你要站在哪里的话，怎么样，就站中路就对了。我们的中往哪里走，你就跟着他走也可以啊。或者是呢，也是可以跟着打野走。那因为这一场呢，打野是蝙蝠侠哈，可以隐形，比较没有那么容易被抓，而且就算被抓的话，必死无疑。所以呢，我们也不需要太跟着他，我们就一直跟着中路走。而且我这个诺可西，打金娜，结果呢，哇，打到自己死掉了哈。那对面的金娜已经有点肥了，这时候呢，我们来救一下我们的拉兹，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把他保住。哇，结果呢，我们刚好开了一个辅助装备给他护盾啊，成功的即刻救援到了他。比数来到了18-10，我们的战绩是523，头拿的有点多哈，也不知道为什么尾到了这么多颗头。好，接下来讲讲装备的部分好了。那一开始的时候呢，一开始其实在这一场的时候，我是出了一个物防鞋啊，因为我还蛮喜欢一开始的时候出物防鞋。但是打到比较后面的时候，我发现对面的金娜，哇，伤害实在是有点太高了哈，而且又有斯科德，又有瑞克的，所以呢，我把我的鞋子呢换成了魔防鞋哈，减少一点被控的时间。好，那这时候呢，队友打了起来啊。那我们刚刚那一波大绝开得非常好哈，就是我们直接在窄口里面开一个大绝，让他们全部的人都在我们的大绝的有效范围里面。于是呢，对面就是这样死了四个人。那我们很贪心的想要把这只金娜给他收掉，但是呢，没有看到他一直开大的在跟我们打，所以呢，我们莫名其妙承受非常多伤害，最后英勇的倒下。哇，实在是有点，刚刚那一波最后的金娜实在是有点太贪了哈，不应该再继续打的。如果没有继续打的话呢，我们说不定可以吃个凯撒啦，或者是深渊魔龙特的，也不一定。好，那这时候复活了之后呢，我们队友开启了这一只深渊魔龙特的，也吃掉了哈。那可以看到呢，瑞克还有斯科德两个人在上路啊。那诺可惜不知道挡不挡得住，所以呢，我们就赶紧的往上靠一点哈。那我们的蝙蝠侠还有我们的苏在抓对面的苏啊，哇！那蝙蝠侠也成功的把苏给他抓掉了之后呢，这时候金娜直接开一个大绝，那我们拉兹还有我们啊，算是有点比较晚进场哈，那就被奎伦一直爽切的，我们就这样英勇的倒下了，最后一个倒下的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这边复活了之后呢，队友好像有意要来做这只眼魔神凯撒哈，那我们就先看有没有机会先把中兵给他清过去之后呢，再去占个视野。那蝙蝠侠目前是在往上靠的啊，但是我有点担心我们的苏会不会被抓，因为他的位置毕竟是有点出去。好，那这时候呢可以看到对面的人，哇，金娜的头像刚刚出现在小地图上面的齁，所以呢我们赶紧的往上靠，看能不能救到这只蝙蝠侠。可是为时已晚，来不及救不到这只蝙蝠侠之后呢，我们在这边开一个大绝，看能不能晕到金娜。那这个诺可西血量掉的有点快，于是我们赶紧的用一技能把他推开了之后呢，一直疯狂的打金娜。不过呢，金娜的大绝，哇， CD 实在是太快了，就这样我们诺可西被收掉了，我也被收掉了齁。那在复活了之后呢，哇，这一场打得有点久，但是没关系。复活之后呢，我们来把下路的兵线给他清一清。这时候呢，我们的装备已经出到橘盾哈。好，那刚刚回来装备的部分哈，我会先出一个御魔腰带，就是魔防的小魔防的那个魔防，然后再出一个板甲700多块的那个物防的东西。然后呢，我会先把德鲁伊合出来，然后再合一个橘盾出来哈。那如果一开始把德鲁伊合出来的话，我觉得实在是有点太贵了，所以呢，我会先合两个小的，然后之后再把大的合起来，好，要不然呢，一开始因为辅助基本上是最穷的嘛，虽然我们捡了这么多颗头，但是我们好像还是很穷哈，所以呢，没关系，我们就先慢慢的把装出出来。那装备的话，在左下角可以看到哈，那如果你觉得基本上要打完一场，除非是打到那种20-30分钟的，不然应该不太可能出到我左下角的精英装备。所以呢，没关系，我们尽量的把前4件给它出出来，有没有？这样就 OK 了。
好，那这时候对面死了三个人哈，那我们来推这座中路的二塔，那蝙蝠侠英勇的直接冲进去之后呢，一命换一命啊，算是一个蛮赚的哈，因为如果输在的话，要守塔会非常的好守。这时候四哥德直接冲进来，那我直接开一个大绝，把对面的主堡点爆了之后，这个奎伦不敢往外冲，于是呢，我们赶紧的来清兵，把这波兵线给他清掉之后呢，我们的兵线才可以进来。那进来之后呢，可以看到我们的苏疯狂的在点塔，他竟然没有在打人，很不错。最后的紧要关头就是要点塔，好不好？于是我们就顺利的拿下这场游戏啊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今天带来的古墓辅助实战解说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那如果看完这部影片之后喜欢这部影片的话呢，不要忘记在下面帮我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哦。我们明天见啦，拜拜。